我把一个男胎儿出来之后啊，宝贝进去，然后包粪进去了，也进去了。这个为什么我昨天好像有看到他的那个脚？那我今天怎么？那你有去认真那个从？你说在或者什么？在 ISE 一开始。哦，要在这边你要先哦，要先念那个专案。哦，我们他脚会进去。哦，就是你等于没人看他还不认得。哦。他是什么人？他不知道，他少了什么？好，了解，忘掉这一步就是。那你上去。Thank you.
看起来他的是小弟弟，他自己的这个图没有救过他，好像小弟弟动出他的救生的方法，他自己也来了，这个是好几个弟弟，一个感觉就是在烧的那个火把，然后他是在因为我是抽这个一滴的还是一滴，所以呢，要不要变两个？对了，这个有一个事情就是这个线跟它不是一起，所以说是我把那方的感觉，应该。就是要和他这边接触起来，然后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，跟你说的吗？我不确定，后人有人，是他没有，没有清楚。我在说一个比他高的位置，我看起来也稍微有点壮，然后就去动手指，然后就去抓他。这个是 USB 机器，这个不是 USB 的，我没有跟他买这个机器，他也是在给我。这个才几伏啊？五伏那不够啊。是因为我们周边没有接起，所以应该还好。他目前没有开机。因为本身PGA 这一颗好像都在这里，深度比较多，它死的很多，因为比较常见，成功不可能死掉。那我们这几个月都，那就。
因为我看这个插头对，我就想说应该可以插。比它低，比较低没关系，比较大。就是说我们有一根比较低电的不够，就是被一条电然后一直闪，就是因为它开起来不够电，它就能不够。哦。就是它前面是，因为 AP 区的那个这个了解的话，它应该就是它是靠这几颗去转换的，所以我们可以，它也没有写出来。刚刚砍派应该是过了，我觉得没有。那过了的话，是不是它的 LED 在那个底下会这样子？是，它是其他的地方的品种，是单品的，对，就是因为这个，因为Arduino的这一台的，Arduino的单品是很清楚，因为这里它都是写的，可是没有，它是表示这边有十五个。可是他倒过来也有，他只是给上品的，而是单品的。十三片另外一个要接国浪的。光怎样？从这个光它就有标识。嗯，这个光十三，可以试试看的，直接插在十三四个上。就光测测看。哎，先，因为 LED 都是光照的。嗯，稍微试一下，我并没有。没有问题。那方面给洗的太大。
Thank you.
Icarus. Icarus Verilog. Icarus Verilog. Icarus Verilog.